上学的吗？没有啊。不上学了。啊。别折腾了，让一下，别看了，行吗？不要挡着，来来来，我们知道后边得让让后边的。没事没事没事，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，没事没事，他自己能抬头。他当时应该是在水里边游泳，游泳应该我不知道他的水性是什么样，他应该是呛水了之后，那个岸边人就发现他了。那个我们岸边的这个志愿者就发现他了，两个志愿者就把他给抬到这个沙滩上了。我们志愿队在海边有巡逻，上沙滩之后我们就给他做一些心肺复苏，开通气道啊，因为他鼻子里边沙子比较多，我们给他处理。最后这个男子脱离生命危险了吗？脱离生命危险了。